王子维资料照法新社记者林月甫综合报道。百年历史全英羽球公开赛今日点燃战火，台湾男单名将羽球王子王子维首轮遭遇泰国好手坦农萨克，以21:17、21:18晋级16强。世界排名13名的王子维生涯尚未与世界排名19名的坦农萨克交过手，王子维这回在首盘先吃得点，此盘虽已度在中段陷入落后，不过王子维很快站稳脚步，在17:18落后下连取4分把晋级门票放入口袋。王子维下轮将对上中国名将超级丹林丹及丹麦维汀哈斯 Hans Christian Fitness 之间胜方。台湾男双世界排名17名的廖敏俊苏敬恒首次参与全英公开赛，也在首轮开红盘，以22:20、22:20力退中国第4种子刘成章男。